真的是一分钟不到，起降起降。我今天就在这通过你，三架看到没有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那可能就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。而且最有序，这个都没有飞机。嗯。又来一架，你看。三架嘛。嗯。然后就起飞的排队。后面还有一架，没，天上面还有一架。嗯。